一语同路人，我们的嘉宾是陈国柱阿 Pon， 经营机械的润滑油生意，差不多做了22年的生意到了。我终于做到是全香港在我这一行里面是 No.1。终于我在卖公司的时候是1997年。我就收晒钱啦，收到好多钱。人呢见钱呢就会财迷心窍。但原来炒股票赚钱仲快喎。我就将我所有卖公司收到嘅钱呢攞咗去炒股票。1997年嘅10月我竟然间喺呢两个月里面呢所有嘅炒股票嘅钱全部输清光。啲楼呢就楼价大跌兼埋负资产。死路一条，就是想自杀。诚邀请你收听嚟紧嘅恩语同路人。